香港天王郭富城霸气任爱，这段画面呢被大家看过之后，让年仅27岁的 model 方圆一系爆红。那么网友对这新任天王嫂相当感兴趣，挖出过去他所有照片跟参加过的节目，甚至还说他拜金炫富夜生活相当精彩。就连熟识演艺圈的富二代王思聪也有话要说。郭富城快步走向媒体面前，英雄救美挡镜头，就是不愿让新任的天王嫂曝光。事隔没几天，陈晨就在微博上罕见放上牵手照，大方认爱，让27岁的模特方圆一夕爆红。嗨，摩卡。嗨，你来找谁呀？来的不合适啊。他下个礼拜才会回来。一夜升格天王嫂方圆过去遭起底，却被网友发现他半夜不睡觉狂删过去的发文，把炫富照、夜生活状态、男性好友统统删除，被网军们穿说难不成是有什么东西见不得人吗？而熟识演艺圈的富二代王思聪还发了耐人寻味的哈哈字眼在微博上，暗指天王神志不清被糊弄，但这番言论被网友质疑，难不成是因为他自己追不到天王嫂才会咽不下这口气吗？而过去方圆参加相亲节目的影片也被揪了出来。找不到有比你更好的人，你心意你相亲人是几分是否认，会有我的份。上节目唱歌，当时的方圆自称从事会计工作，却有眼尖的网友发现当时的他和现在有些落差，拿出照片比一比，过去的他脸型较为方圆，和现在鹅蛋脸差很大，疑似去修修脸动手脚。郭富城就爱熊黛林也在微博晒出情侣鞋的照片，更说幸福就在身边，祝福大家，自己也公开恋情输人。不熟证借台北综合报道。